就搞这个。去。又见面了，弟弟。哎，这谁呀？哎哎！你跟进来做什么？哼！我来与你一战。你就这么想与我战斗吗？我只想证明，与你同进对战，我不会输。我说过。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，别再说这种蠢话了。那是你从未被当成他人的影子活过。你天生至尊骨，是带领十族走向辉煌的希望，被众人捧在手心，备受父亲和母亲的疼爱。他们宁愿被囚禁在不老山，只为求得圣药送回十族给你疗伤。他们甚至不惜再生下一子，准备用其精血为你续命。那个替代品就是我。你怎么是为了我才被囚禁此处？可你绝不是替代品。废话少说，如今终于有了能让我证明自己不比你差的机会。假如你是我，又当如何？看来这座法阵只能提升他到我的境界。来吧，与我一战，让我看看你是否真有资格接受万众瞩目的荣耀。你的神戟呢？为何只用封印藐视我吗？你的神灵战甲和法器是不老山那帮老头给你的吧？看来他们确实不知怎样令你成长，只会让你依赖外物提升实力，实在是自欺欺人。你说什么？让我先教你第一课，想要真正变强大，就不能依靠外力。只有在尘世中锤炼出自己的意志，领悟力量的根源所在，方能如太阳一般永恒燃烧，万古不灭。实力在，即便有着片片封印，也同样能打败对手。想尝尝我的战矛再说教不迟。自招我感觉到了，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在，但他们彼此气氛有些古怪。强行展开结界，恐怕会伤到你。我会控制好力的。
弟弟，你自小被不老山视为天之骄子，却从未在尘世争夺，尚缺实战历练。少说废话，再战！进攻！放出去，我还能一战！爷，爷，为什么不和我打？我答应你，将来有一天，我和你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战斗。可是今天不行，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。喂，老贼！欺人太甚，让我们手足相残，如此相逼，我要你们这里山川倾覆，永化截土。真不稳，他一个劣真境少年是如何做到的？他竟敢挑衅老祖！他有天纵之资，可对我不老身而言却是个祸胎，看来只有将他镇压了。老祖留情，不然无法对上界交代。我有分寸，自会留他一命。记住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老山。老贼，你只敢躲在外面吗？可敢正面一战？枉口如此，怎敢独身？哼，你也配？最多不过一伪神而已。老祖真的要发怒了。凡人怎敢与神为敌？若不让你见识一下神的威能，还不知自己犯下了多大的错误。老祖要施展大神通。镇压吗？